China's first granular water-soluble fertilizer, Cocoly, is exported to 46 countries. 我们来自马来西亚的林总，然后今天呢，我们想跟您聊一下，巧克力，Cocoly在我们马来西亚，然后现在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呢？你可以简单的说说。OK，我是马来西亚林先生，我是2019年接触到巧克力。 然后我们都在2020年开始吧，在市场上推广，可是就是遇到那个疫情，所以我们会延迟一点。但是目前呢，我们推广到有一点知名度了。那个巧克力是中国第一水溶肥，那它的养分啊那些都很齐全，所以目前在马来西亚，我们泥土都是偏酸嘛，这个产品对那个改良土壤会非常好。 主要我们现在推广在那个榴莲啊、蔬菜啊、西瓜类啊，都顾客的那个反馈都非常正面，它需要的量不需要多，但是它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，所以我们希望接下来再接再厉，我们可以攻克更多的那个农作物，所以希望会未来会更好。 好的，那谢谢我们林总，谢谢。谢谢。Cocoly.